感謝主。アメン。もうすぐ、家族、親戚、朋友、平安。アメン。我来看你在教会中最重要的就是榜样。咱五师傅会使讲，所有兄弟姊妹会真好的榜样。无论伊是看望也好，无论是为养甲无养也好，所有受过伊阿咩面前所传授的，就是慈爱。咱五师傅非常的予咱敬佩，因为伊的家属为人。拢是为着教会，拢是为着身体。今仔咱会当坐伫车，伫车有一挂交通，伫车有一挂时光，乃是五师傅甲五爷弟互咱的帮助。伫教会中需要坐坐兄弟姊妹，伫木友上有负担，伫木友上有温素。咱今日所有温素拢是互咱，遐拢是神互咱的。阿妹，每一个兄弟姊妹拢有温素，无有一个无的。阿妹，只要咱伫教会中，摆伫教会中，活伫教会中，这就是咱的温素。因着神的怜悯，互咱看见有侪侪兄弟姊妹做咱美好的榜样，这是无简单啊，真正无简单。就是我师父互我看见伊的气质。阿妹，那非常的高尚。兄弟姊妹，唔知有感觉无？你伫个面前，咱像一个光，伫个面光，甲咱照耀出来。非常的慈祥，非常的有迄个气质。今日咱伫教会中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！因着我兄弟这个家的服侍，咱每一个人拢会当真光荣。阿妹，咱每一个人拢伫稳定的下面，阿妹，活伫教会中。因为咱上夸口的，无有啥物通通去夸口，就是教会，就是基督的身体。因为基督的身体是宇宙上大的。阿妹，所以才互咱看见，兄弟姊妹，咱唔好离开教会。教会甲咱牧养，教会甲咱养饲，互咱会当伫生命中。慢慢啊，壮大，因着神的增长，咱生命就壮大，阿妹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今我今日咱坐伫咱头前个有乐兄弟姊妹兄弟，阿妹非常对我兄弟有负担，阿妹无因无法度对外国回转来到高雄参加这个聚会，所以伫遮互咱看见，个我兄弟伫高雄影响力。甲我兄弟伫高雄，而且邀请每一个兄弟姊妹祝联络来，阿妹还稳定出来，有助，直到永永远远。